传了维港，然后传了维港三大伯现在中南路哎，中间大维港那么出来后，八仙神像都有开光点，门口的柱子也都有开光点，后面也可能也有，也都有开光点，前后左右都有开光点，连那个紫湖的紫湖的像神兵神将都有开光点，哦。